今天是6月9号，体坛观测站为您带来精彩的网球、棒球、篮球依次送上，享受顶级运动的精彩瞬间。首先，美国职棒大联盟天使跟小熊队的系列战，还有红袜跟守护者队的系列战，场场都有出人意表的演出。今天晚上全部爆红的一灾，还有体坛分析室篮坛我就问的单元，今天要请来东方神秘力量 NBA 的专家李毅生先生坤哥，他要来分析一下总冠军赛。哎，这个还能够持续下去，他的神秘力量吗？还有太阳队真的会把 Chris Paul 这个老船长给炒掉吗？台湾篮坛是不是要出手合并了呢？篮协可能成功吗？这些我们都来听听看坤哥的分析。全球精彩的体育赛事都在今晚9点，或者是职棒比赛以后的体坛观测站，享受一个充满体育魅力的夜晚吧。See the difference。